了吧？我们前面是通麦特大桥啊，现在海拔2104，通麦特大桥。哇！哦，这有观景台，我们走吧，直接走吧。我们这一路过了很多观景台啊。通麦特大桥，下面这条江是帕隆藏布吗？哇！我们好像还要在海拔还要再下一点，下一点完事以后，后面就是一路升啊，海拔。就担心你是不明理，过了水千里难买好运气。哇，这里这是前面那山，远去弯道，收到，感谢提醒。慢着，现在海拔2090。好，我们从后面是不是就要一直海拔就要上升了啊？走吧。2089。海拔，慢慢爬吧，我们就现在爬坡已经，也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爬海拔了。我们现在哈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要一直爬到4000多，4700左右哈，海拔。希望这边也是上下坡路哈，但总体海拔还是往上走的。
哎，有隧道吗？飞石崖隧道。飞石崖二号中桥。先到这儿一段。